大家又翻翻嚟经济会客室，我哋继续同阿 Tanya 倾偈。而家咧好多年輕人啊 ，Gen Y 啦，對於政治咧都好感興趣。你見到佢哋都好積極出嚟發表意見啊、參與啊咁樣，你點睇啊？當然梗係開心啦，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初初以為即係年輕嗰一輩咧，好多好多即係我哋都以為係啊，淨係掛住打機啊、扮靚啊、買名牌係啦係啦街啊，即係嗰啲咁樣。即係宅男啊，咁即係你以為佢係完全係對外邊嘅世界、佢個社會漠不關心，但係我哋發現咗原來咧，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社會運動咧，我哋慢慢吸引到一批咧一班朋友出嚟，好多都仲係 Gen Y 添，即係嗰樣嘢係好令人振奮嘅，因為你以為就係得班老嘢，即係我哋都叫老嘢喺度成日喺度 really 哇啦喺度嘈，咁見到亦都唔係只係大學生，當然咧大學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係令到學生係會有一種。即係陣陣都會有一種火紅年代，或者係嗰度先開始嘅一種氛圍，係啦。咁但係而家如果連大學生都唔喐，咁究竟香港嘅將來會係點咧？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啦，我哋見到大學生願意出嚟，跟住我哋見到有好多運動咧，都係一啲我哋叫八十後啦，或者 Gen Y 嘅朋友咧去做組織。當然第一次去做組織，唔係做得咁好，有好多場面佢哋控制唔到，所以大家可能見到即係有啲衝擊嘅場面，因為都唔係佢哋即係預計之內，即係唔係佢哋做得到嘅。未成熟啊，冇錯。咁但係即係我都係希望喺呢度。呼籲啦！所有即係如果係想做一啲即係做一啲我哋叫公民抗命嘅嘢嘅朋友，一定要首先明白到佢哋嗰個行為究竟個意義在於哪裡。佢亦都要明白佢哋將會承擔個後果，因為一去到嗰啲位，佢如果自己都唔清楚而做咗一啲嘢嘅話咧，可能佢個後果咧係始終係要自負。即係過激嘅行為咧，就會導致佢哋遲早都要有機會守行為。即係可能會更加嚴重嘅，所以我哋係希望即係嗰啲朋友一定要先了解佢係願意付出呢一樣嘢，亦都以認為會帶嚟一個正面嘅後果嘅話咧，佢先至好做。即係投資就先。投资再投资，从政都系啦，都要先求知，先至再考虑从政，冇错啦。参与，不过点都好，庆幸咧 ，Gen Y 对于社会嘅问题咧，都未至于系麻木不仁。呢个最重要，即系因为我哋始终我哋嘅将来就系喺佢哋手。开心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，咁又系呢个时候咧，咁我要自送礼物啦，为你精心挑选咗一份礼物嘅 Tanya， 我知道你中意食啦，但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煮，因为呢几年咧听闻你都唔使点样煮饭噶啦，有晒私房菜，系啊，真系幸福啊，OK 啦，不过都系叮嘅，真系点都好啦，你其实都参加唔少烹饪啊、节目啊、比赛啊，我知道你都要练习噶，咁啊知道你每一样事物都咁专注啦，读咯又好专注。咁一路洗都想去做埋大律师啦，已经至高境界。跟住连中意棵树，你都要读到连成个森林，你都要照顾埋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煮嘢食咧，我相信应该一个靓嘅 pan pan， 一个镬啱你嘅啦。翻工啊，做嘢啊，做工梗系唔好孭镬啦。知道。系即系搞咩都唔好搞大镬啦。知道。但系煮嘢食真系要有个镬噶嘛。系。呢一个咧系韩国出品，系环保。納米、哦、用少少油就得噶啦。哦，你翻去试下，佢话咧唔会煮窿噶，吓，即系啲炒股票我哋都好忌炒窿噶嘛，系咪啊？我哋都唔会，我哋做投资亦都唔会请人坐艇噶。明白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呢啲咧，你自己知啦，应该唔会炒窿嘅，好好好，煮窿嘅。好。咁同埋煮西餐咧，照正就应该几好味，因为而家崇尚咧都系少啲油啊，系咪啊？多谢清姐，我就系觉得好靓啊。系啊，系啊，多谢你啊。听讲话好环保噶嘛，绿色系环保啦，颜色都够晒环保。系咯，都几聚首添。啱啊，嚟紧我参加比赛，我会带同佢一齐出席噶啦。我会系护身符，系练习下先，你睇下袋宝贝咁。多谢清姐，祝你好运，多谢 ，thank you， 听日。